有些人是一下子会醒悟出来了，那有些人是要你经过自己心里面反复一段时间磨琢磨，对，才会就像我们其实前一阵子也有提到说，你如果你的专业就是你的工作，那你就很胜任，对，你做起来就很顺手。嗯，如果今天你做的工作你自己都很讨厌，就为了生活而做，那就是很不容易，就会这样子。嗯，那这个就是还是要看你个人去怎么样来做调节了。嗯，那是要个人调节的，别人不知道你个人是怎么样。